我们老师是要来处理，我们老师一定是推卸责任嘛，讲那是知影做的嘛，我是挂名，我是一个月收3000、2000、5000挂名的费用，所以他还是，那我是跟老师讲，老师，我们可不可以研究一套动作，让人家自己会做，我们就不必帮人家做，就不会有这危险。啊，不我听人家师兄师姐说，啊，做滚老师吼，赚这个吼叫性命钱啊。啊，厝赚赚的吼，用的着是无一点啦。为啥赚赚的袂起两间厝啊吼？啊，连要共饲死两个、饲三个吼，啊，都煞厝都煞哪？都过不去啊！啊，都煞爱去出去加工啊，食迄个用啊，靠收费就无成本啦。啊，所以我甲阮老师建议，阮老师怎啊？八折全把佮掰去吼，捡回来变四支，所以很破，很浪费。是要花哦，但是这一棒打下去，我怎样清醒的？我就去买这本书，就是厚厚的那本书。啊，解剖学，啊，然后呢，我就去买很多的，比方骨骼的、肌肉的解剖。我认为，假使去教人家那些动作，或许会怎么样？就当自己做就好了。所以我的师兄姐，我们有时候聚会，带魂灵，带着去他们家去聚会，啊，他们都说，啊，这个吼，王修迪啊吼，在三亚迪我上细汉，这王修迪啊吼，他怎么样？怎么，乌乌的吼，不要趁钱，啊，都乌乌的，啊，不要，无你等于，阮遐有师傅人。哦哦，伊外行做，伊开补习班，教人经络，啊一条教经络，啊教一条就赚偌济钱，1000块、1500块，啊教第三条、第一条、第二条伊阁袂记啊，反正学我上，学你上都一样啊。来学，啊教这个吼，他干唔爱想这个，他干唔爱得晒吼，拢要干唔爱无钱个，没关系吼。啊，阮即摆遐，阮遐师兄师姐，拢阿公。是对哦，啊，上少的吼，你遐巧呢，家你无房在迄间呢，家你无提出，提别人呢，我啊我也无意思人啊，我无人命啊，我共嫁来啊，哦，好，我现在接着后面几个动作，哦，你后面这个肩膀为什么趴不下去？是你背部这边，后面这边，哦。卡住的话，你即使叫你开刀，台大开这边，从你开这边，他不敢开这边，为什么不敢开这边？因为我这边一开刀，我这边很多神经，我这只手臂就怎样，报销了，所以他没有人敢开刀开这边，那怎么办？看这里，我这样哈，手在我的肩膀这条线，我趴下去，有没有看到我这个肩膀比这边高？有没有？有。有没有高？有。在我这边肩膀比这边高，表示我这边卡住了。那怎么办？台大开这里，龙总开这里，有没有用？有。问题不是出在这边，问题是出在这里。靠自己，这样哈，我慢慢手往前移动，有没有延展？有没有？我背部往下压，请看有没有压平了？有。请问靠谁？靠自己。是靠自己。所以你们不要告诉说哦，我压不下去，我三百压不下去，啊，我这点的钱我们压不下去，你就告诉你，我有进步的空间，我有进步的空间，我有进步的空间，加油了，加油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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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成功了，两只手臂都一样，这边太高了，
慢慢，加油，慢慢去压。问题在于你要不要面对你自己？问题在于你要不要把自己找回来？所以这是靠谁做的？靠自己，还是靠别人？靠自己。哦，你哪个 QA CE 英语你知道不？他是用牵引的。我隔壁有一个先生，我当时跟老师学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呀，来啊，跟老师，我就压这个东西。”你讲，那阿勇，我安好，我硕士呢，啊，你连高中都无读，我硕士呢，我要救，我来和平医院，和平医院的复健科主任是我的同学，我去那边挂号，我去他就把他叫复健室把他救啊。我那边家己找个网络吧，我那边急。我那个同学，同班同学，他是博士呢，就他去拉，就拉什么？拿到一个证书。哎，他，我后来才知道，原来哦，医院都有发证书了。拿到一个证书叫《终身残废长战手册》。有把神经断去吼，啊，有就这个卡吼。啊，怎出门说出不逃？哇！啊，我以前规人骨，我那脚是安尼，拢救会到怎啊？那到阿本老师拉我，我讲起码说越来越灵活。然后讲阿勇，你做无汤咧，也无虫，真去家己学。我从小去带去学，伊甲我讲我学到啊。哦，好，这两个动作，接下去有几个动作，非常棒的动作，你们一定要会，待会你们就可以。稍微记下来，待会就可以一起去做哈。趴着，要躺下去，不要这样，这样躺下去，要躺下去，先这样，然后趴就是这样趴。放心的这样趴下去，老师要趴下去啊。昨天太累了，早上太累要睡觉，再见哈。老师要睡觉了，想要好好睡，但是又不能睡哈。看看，一边睡觉一边跟你们分享，我现在做什么动作？脚，是用我的髋关节力量上下移动，不是左右，是上下，有没有？因为我要拉这边腰椎跟八髎，腰椎五节到八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让它怎样？撑开，让它脊椎外那个洞，两边的洞的神经就怎么样？要不要把它拉开？所以是靠右还是靠自己？靠自己，靠自己，不是靠右，再看一下哈，这样趴着。刚刚你们看一下，可能是角度一点点而已。越拉角度越有没有？越拉角度越大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哦，越拉角度越大。哦，要在拉的过程当中，这边会酸痛，代表什么？代表是堵住。哦，代表是堵住。拉到怎样？越拉越舒服，好不好？好，再转过来。记得膝盖可不可以动？不可以动。膝盖这样动，我脊椎有没有动？没有。没有，因为我主要是拉整条脊椎，对不对？所以膝盖要贴地，哦，最重要膝盖贴地。那脚跟，哦，脚勾起来，然后坐一坐怎样？往下压。因为两个角度勾压角度不一样，勾是拉。背部压是它上面的，所以脊椎分成这边是阴，后面是阳，所以这样勾起来是拉阳面，这样是拉阴面，所以两面要不要把它拉开？还是拉一面就好？两面都要拉，所以
手放松，不要出力量，就这样。先拉阳面，再拉阴面。没有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所谓哦，没有次序哈、哦。有所谓就要拉，反正拉起来会酸、会痛、会麻，都不对。拉起来怎样？要很舒服。好，第三个手这样哈、哦，左右摆动，自己用内心去看。有一天，一个28岁年轻人，台北医学院医了一年，就那个拐杖，医生告诉他终身残废。就去我那边撒干，因为第一我叫做第一他。他是摆这样，摆针是摆这样。问题出在哪里？这边有没有开？没有开。我家都这边用力摆，他说会酸的，会痛的，老师，我屁股酸，呆了。啊，我你是要夹拐还是我夹拐啊？我是要夹拐，你都不会都夹拐啊？我是要坐我，本来是给你们坐我，夹拐上我就坐我。好，我家努力了，用力，老师，好痛呢！我过去就把他拍下去，老师从来没有感到痛呢，他当然有没有很痛，他说老师很痛呢，他应该说老师我好痛呢，我还等错了对，所以我打下去，好认真做，3天可以，他可以怎么样？当他2天都一样开的时候，竟然站起来以后，走路说：“老师，完了。”